杨幂身着一身长裙出席代言活动，活动上展示了杨幂的绘画作品。采访中，杨幂向记者透露自己小时候就喜欢画画。关于最近有杨幂两米长腿的图片被爆出的事情，杨幂则回答是摄影师拍照的角度和 PS 的问题，自己则不喜欢过分的 PS 图片。早前杨幂为某杂志拍的照片被人多次转发并引起热议，照片中那两条长的过分的腿让人大呼不可思议，更有网友调侃这腿目测得有两米了吧。一时间两米长的腿再次成为新的微博热词，更有网友封杨幂为两米教教主。娱乐九九，搜集分享。